我就在大家的分享之下用了古堡的这一瓶无香洗衣精，它看起来超水的，可是它是三倍浓缩。我很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衣服在洗的过程当中，如果它已经洗干净但是还有味道的话，表示它里面的脏污并没有被彻底的清除。所以无香洗衣精其实很挑战它本身的清洁力。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就是用浴巾，不是有一种会 hip hip 的味道吗？我跟你们讲，你洗了之后它干净到那个纤维都站起来。那我还很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成分非常的单纯，而且它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，还是三倍洗净力，就是你只要用一点点它就可以洗非常多的衣服，所以呢其实也非常的省力也很省钱。这一瓶呢是我很推荐，如果你家中呢有洗衣服的困扰，或者是家里的小朋友的衣服、宠物的东西，通通都可以用它，它真的超级好用，分享给你们。